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限制你穿衣，限制你跟异性接触，动不动就贬低你，动不动就微信拉黑，见过这种男朋友吗？光听文字就窒息的程度。今天刚见，还是来自娱乐圈艺人情侣邓超元和赵瑶柯，男生。我有社恐症、厌女症，好好珍惜我吧。病因家境，没有女生好称，自己是落难王子，还跟女生说自己没怎么谈过恋爱，但被发现跟其他女演员发暧昧短信，以及在朋友的生日局和女生互换微信，这是哪门子社恐和厌女？对于女友在微博发的照片指指点点，一股子爹味发言，明明不好听的话都让他说了，最后还来一句我不多说啥了，拳头握紧了，有一说一，这组图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美女下次不用 P， 给我大胆拍，即便是男朋友也没有权利限制女生的穿衣自由。批评完穿衣，他又开始贬低女生的能力，你把自己想得太厉害了，也没见你演多少个女艺吗？请问这不是 pure 这是什么？下面这句话更伤人，你开心就好。隔着屏幕都脑补到了他冷漠的表情，吐槽女生演技不行，又不让他去上表演课，原因是像这种表演大课一般都会组织男女配合，我不想你去。但自己在剧组跟其他女演员拍感情戏拍的倒是很开心，甚至不让女生去学游泳，导致他有了跟异性接触就错误的想法，吵架就删微信，开心了就想加回来，是不是过于摆布女生了？预计这会成为接下来风靡网络的金句。果不其然，我也来改编一版，你已经影响了我冲浪的心情，从这会儿开始3年不要出现在娱乐圈，怎么样，是不是看完很窒息？当事人已经失眠好几天了，女方工作室表示不仅被男方精神打压，还被男方粉丝人身攻击和外貌羞辱。男方呢，目前一点回应的动静都没有，上班路透倒是有，也看不出此刻他是啥心情，但有一说一，看到聊天截图的第三句话我就想逃了，好好珍惜我吧。 Why？ 有病就治疗，没必要说这话来让对方有愧疚之感，搞得好像跟你谈恋爱就要感恩戴德一样。重新研究了一下男生的说话方式，跟普阿经典套路中的几步倒是很符合。女生们，普阿五步陷阱法了解一下。一，建立吸引，首先把自己打造得很完美，来尽量靠近你的理想型。虽然没有搜到赵瑶柯的理想型，但邓超元的脸确实帅得有欺骗性。二，引导探索展示，跟完美形象有反差的脆弱内心来赢取女生同情，这条对应上了男生说自己有社恐厌女症。三，暗示着迷，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后跟女孩用话术签订契约，比如你要答应我不要欺骗我等话术，这条对上了男生不让他跟其他异性接触，潜在意思就是我这样做是因为太爱你了。四，价值摧毁，贬低女生，让对方觉得自己做啥都是错的。当赵瑶柯产生自己跟其他男生接触是不是不对这种想法时，就相当于对他进行了价值摧毁。五，情感虐待，比如拉黑，比如几天不和你联系等等。以上五点记下来擦亮眼睛，大家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是不是对当事人还都不太熟悉？秀粉熟，现在介绍也不晚。赵瑶柯参加过创造101，创的四大富婆之一，海南富婆吴宣仪，安徽富婆戚艳迪，四川富婆赵瑶柯，福建富婆陈意涵，美国旧金山大学金融系毕业，白富美兼学霸。看这一身行头香奈儿包包，16688元，又是香奈儿下面这个一串英文的包包，价格是51348元，一对比9627的 LV 竟然是最便宜的 Vitamint 飞行员夹克，14700元。手里的这个包包还是香奈儿的，27300元。唱跳能力都是过关的，但在节目里镜头少得可怜，所以也不是大热选手。反观男方邓超元，参加过青春有你，凭借颜值在一公获得高票第一，是每每提起大家都会感慨的程度。当时的话题现在还印象深刻，
很是简单粗暴，但实力也确实是不行。即便如此，也是未出道意难平名单里的一员。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